哦，这儿有小猫呢，真假的？哇哇，你看你看，东北虎，哇，橘猫，啊。它不冷啊？是啊，哇，它穿毛衣的。真想去撸两下，我觉得。快点吧，起完了给你。好。就剩这一个了吧？好，好，好，耶，成功，大成功。这能睡一觉了，这回呢？这回咱们就睡觉。呼呼，行了，歇着吧。我觉得咱不是咱这点箱子就跟这儿堆着吗？哪点箱子？是不是得稍微给拾出来，往，要不往门口放放？走。你是，哎，你又犯老毛病了。什么呀？你停不下来啊！是，但是这个节目是24小时一直录。哦。你这种停不下来非常可怕。你晚上睡觉还想录节目？睡觉也得录啊！我那窝子不停机。啊，你给我，我给你递出去。哎呀，好嘞，谢哥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哎呀，这下显着你了。哎呦，这嘎能干活，我告诉你，你看，你来，呼呼。哎呦，不行了，累了，歇会儿吧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你喝不喝咖啡？我给你倒点儿。人这还有那个，人这有咖啡机。想喝那现磨的呗？也不是。那你给我磨一杯也行。磨不出来。你要实在闲不下来，你给我磨一杯。我闲起来，我一下我闲了，嘎我就闲了。现在，我现在看开了，我现在不动了。别，你别不动。这是个屏幕吗？这前面这个？不知道啊，你去研究研究。抛出个问题给你。怎么老是不？我怎么老闲不下来？你等会儿，我先涮着这杯子。你看。这仨等于仨那个洗澡时穿的，仨平时穿的，然后咱们在这泡脚。你看人家这些都是为了给你留素材，全用上，就怕咱仨没事干。听我的，一上午全给他干，真的。咱明儿咱就回去。三天的量，郭麒麟恨不得用俩小时就录完了，一共120分钟，把270分钟节目内容没有废片，都慢镜头在这看，都是细节。没有废片，我告诉你，真的。都是细节啊，细节。哎呦，谢谢哥，谢哥，你要是不爱喝，你也别都给我。爱喝。10:46，哎，有人给我打电话，谁跟哪话？我看，估计是毛毛呗，这儿了。喂，哎，干啥呢？收拾屋子呢，你哪了？哎呀，这么不都到了一个门口，好像那地方全是雪，行动很不便呐。好，好，好。没事，我这儿专门找了一个那个魏工，魏工出去接你去。去哪接的啊？门口。就一时半刻不让咱歇着。真会掐算啊！我刚要坐下，这细节的拿捏真得啊。他们出来接我了，这会儿。哇，我靠！
还行，没化，没那么滑。是。怎么整成轮椅啊？行了，你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麒麟去了。拉倒吧，别推了，你有点危险，害怕。别二次伤，不是二次受伤，这很严重。对，那这怎么给他收起来呀、啊？你不用收，你直接推着他走，啊、你收他干啥呀？哦，哎，对对对，毛毛，你推着他走，我扶着点你，你推着他。我推他能行吗？是不是说能稳当点？哎呀，哎，老太太，哎。对你推着点，我在旁边再保护点你。哪个脚？这个正好我在这边。没问题，慢点慢点，不着急不着急。啊。你可以快点。你。我说实话吧，我有点冷。我一会儿我得必须把我那羽绒服拿出来。他已经屋里可热，你穿秋裤了吗？穿了。啊，你看就他。我这在屋里正好。那你这怎么个事儿呢？是软组织受损，应该是。去看了吗？去看了，拍片子没啥事。啊、拍片子是软，就是拍片子骨头没事儿，没事。我这好一点了，这都第三天了。哎呀，我就说别给大家添麻烦呢。你这车子就放这儿吧。能用你给拿推去。对，我得用。车屋里你也用啊？用啊，代步工具。这块你扶点它啊，这块。对，还有一坡，这是正常就从这儿走吗？对对，咋能呢？这不合理，这就开始吐槽了。我先给你整过去，怎么呢？真孝顺呐！好，咱给搁屋里，别动它了。哎呦！行，这回行了啊，慢走啊。你不能这样，你这笑不对你不好。慢点儿，你走太快了。姐，那倒腾啊。怪不得慢生活，慢走，慢走，慢，慢走，慢走。我着急了，是我，我道歉。慢走，我整错了。不行，我装也得装瘸，装几天让你退我。成长型的啊。成长型绝对的，得有变化。过两天好了，成长型的角色，人物线，人物线出来了，这是大门啊。对对，慢走、哎，这写你的。嗯，好。哎呀呀呀，我给你再去看你的房间，然后你就在屋躺着就行了。那就辛苦了。看，在哪儿？你看这屋是，你先看看这屋不？挺好。这屋这样，完了这块唱歌啥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完，唱歌也不用动，白天你就睡觉，晚上你就唱，晚上从7点开始唱，唱到12点有没有问题？然后你就坐着唱，然后中间水啥的，麒麟都给你装好。上水。对，印场。然后你现在就躺会儿，要不然？不用不用，咱聊会儿天儿，说会儿话，你走吧走吧，歇会儿，睡一觉。你老人睡觉干什么？老人，你想睡觉吧？是咋的？啊，喝点水不？有赞助吗？赞助，喝点儿聂川，对嗓子也好。是，冲点儿。他爱干活，他这点好。哎呦，我这不行。咋的了？没事。那都躺着吧。你吧，你腰也不行了。我也啊。那轮椅都不够使了。
你看这个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咱仨没有特别的放松，跟这儿还在找点呢。对，不要找点，不是这个节目的宗旨。不是吗？一点点没有也行，那躺了吧。你想这个名儿起的这么平淡，就我们仨就是要一个慢宗。咱仨别这样，到时候你说观察间的老师们看咱仨这样，回头还有观察间呢？我瞎编的，没有观察间，肯定有吧？没有没有，真没有。练宗。那练练吧，那咱们赶紧开始练，锻炼身体的，练练，健身。不是，咱先想想，你们饿吗？咱中午吃什么呀？不是，现在是有一个问题，是这个节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？他说有那个什么爱盲可以给我们布置任务。其实可以告诉你一个咒语。什么咒语？你去现场之后呼唤一下爱盲爱盲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只有你知道的咒语。爱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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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郭麒麟，毛不易，魏大勋。